们在迎风同时，环境优雅的台南县归仁乡扎根。在四通八达的交通中，编织一幕幕希望的未来。长荣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我们办学的理念是秉持耶稣基督的教导，用牧羊人的精神来经营这个学校。所谓牧羊人的精神，一百只羊，丢掉了一只，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它找回来，这就是所谓有教无类的精神。长荣大学另外一个教育的理念就是谦卑服务的精神。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祈祷礼的仪式，有师长帮同学祈祷，这也是学习耶稣说的，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长荣大学也强调全人教育，我们的课程设计包括生计、生活、生命，也就是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跟生命教育。我们希望培养长荣大学的学生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公民。教育是一种改变的过程，改变个人，改变社会，更重要是改变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希望每一个长荣的学生能够不断的成长，长荣大学陪你一起长大。本校管理学院具有相当完整的系所组合、优秀的师资阵容及先进的仪器设备，为本学院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研究与学习的环境。为了配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设立高阶管理硕士在职专班，经营管理研究所。国际经贸由国际企业学系，财务会计、金融如会计资讯学系与财务金融学系。因应政府经贸与海空高铁物流政策之发展，设立航运管理学系。此外，设立土地管理与开发学系，教育学生土地资源管理与开发观念。有鉴于国内运动及休闲活动之蓬勃发展，特结合运动与休闲管理，设立运动休闲管理学系。本校管理学院积极培育管理相关人才，为再创下一个台湾经济奇迹而努力。配合台湾医学研究的发展重点，本校健康科学学院以培育全方位视野的医学人才为主轴，以落实全人教育的目标。基于国家卫生体系及市场高阶医疗人才之需求，成立医务管理学系，为协助产业架构安全的职业工作环境，设立职业安全卫生体系。护理系与呼吸照护技术学系则为提供国人完善的身心灵照护与呼吸照护之人才而设立。完整发展科学研究及临床医学的专业知识而设立医学研究所，设立生物科技学系，为跟进21世纪人类健康福祉培育相关人才。鉴于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身心健康需求，使健康科学学系与临床心理学系乃应运而生。当台湾不断走向国际之际，本校
掌握六人优势的核心利基，设立人文社会学院，为国家培育更多具备本土及国际文化研究人才。如台湾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为培育艺术创作及数位设计能力的专业人才，可开设视觉艺术学系及媒体设计科技学系。基于本校尽释爱人之精神，培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设立社会工作学系，另外培育具有哲学人文素养的宗教专业人才及具有宗教人文素养的哲学专业人才，成立哲学与宗教学系。基于南台湾高科技产业急速发展，资讯相关人才严重不足，本校整合了资讯相关资源，成立资讯及工程学院，设立资讯管理学系，以培育资讯技术及素养之中高阶管理人才，为发展资讯工程科技，提升国内资讯科技水准，设立资讯工程学系，为培育新时代科技产业领导者之摇篮，设立了新兴科系科技工程管理学系。本校为见证耶稣基督的爱与真理，深耕普世及本土并重的神学学术，并增进人类社会的公义、和平及教育的完整，成立全国第一所基督教研究学院，希望培育具有人文博雅涵养的宗教教育与社会服务人才，具有行政管理及牧养能力的教会服事人才，具有科技整合能力的神学研究人才，具有国际观的普世教会领导人才。进入我们第一个谢谢啊，那我非常高兴啊，有机会来moderate 这个谢谢。我们这个谢谢有两个发表的这个学者啊，有两个也有两个这个评鉴的这个学者啊，老师会来做非常好的四个这个发表的啊。那这个依照这个大会要我宣布这个议事规则。这个每一个发表人啊，我们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十七分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安批者会按铃一声啊，按一声的话你还可以继续讲啊，二十分的话会按两声啊，二十分就是大了啊，那如果还超过的话，到二十分钟他会再按三声啊，就是希望啊把这个时间控制好啊。那回应的人每个人有十分钟的时间啊，那这个七分钟的话会按一声啊，所以按着七一声的时候，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继续讲啊。十分钟的时候会按两声啊，那十三分过三分钟，我们也是会按三声，让这个讲者知道啊。那我想先来介绍这个第一个这个论文的发表跟这个评论的人啊。那等一下我们第二个这个来介绍第二个部分啊。非常高兴今天的第一个来开始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是我们的院长啊，是从这个南华大学来的这个宗教学研究所教授，也是他们的人文学院的院长啊。
他的这个题目是宗教的他者与诠释嘛，用这个初期佛教经典为例的啊，这个事情还有这个吴富阳牧师，就是我们神学院的这个助理教授啊，吴富阳牧师来做这个回应啊，就是我们用这个热烈掌声来欢迎这个李院长。自我